没想到墙壁后面还藏着一个密室。所有人注意，这块石板小店一定藏着。是啊，你又找到什么东西吗？一张带有特殊图案的 ID 卡，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。卡特，怎么会是你？劝你最好不要插手这件事情。飞哥当年在我这儿，也像你一样这么的固执。 这里难道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那道光束，和实验室里看到的光束一样。我去看看，附近看起来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